家好，我叫岑志敏，大家可以叫我做波仔。到目前為止其實我考了大致上450個教練牌左右，當中又包括了潛水、運動攀登、繩索、Campbell 那些都會有的。考咁多個教練牌，期望除了多元化發展之外，教練是一個基本需求嚟嘅。如果不考到教練的話，根本有很多嘢都不知道，甚至乎一知半解，所以教練只不過基本資歷嚟嘅啫。所以在每個項目我都會考教練。考取咁多個唔同嘅教練啦，我諗最初源自嘅都係童軍。如果唔係玩過童軍咧，我諗唔會試過咁多個唔同嘅項目嘅。如果唔試過，就唔知道邊樣嘢適合自己，唔會揾到自己嘅發展，亦都唔會揾到自己專長。在我教了这么多年的里面，其实我始终觉得是每个人都要去试下不同的方向的。他现在可能在玩这个运动，他不是很出色，我甚至乎不是很厉害，只不过那个运动是不适合他的。因为我始终相信是每一个人都是天才来的，你只不过未必摆得啱位，如果你发挥得到，其实你已经可以很厉害。